Drop the blaze. Woo! Go turbo, boom, boom. Yeah. Dro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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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rop. 哎，多伦多，我到了，准备21号，打完全场 ，Black Zone 激情呢？哇！PG1 in the house. You guys give him the full service, eh? PG1.这首歌呢名字叫做无畏，然后这首歌主要是写给自己的母亲做的一首歌，然后我觉得可能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你的人，那这个人就是我的妈妈。对，包括在节目里我也有给她唱过一首，这首歌也是献给她，因为只有她的一种意思。你是 money flow， 是做的不休，别牵着鼻子走，在原地停留，等谁成就。不管是谁都要和我比，用着我忧伤的课桌椅，让我说别忘记这部戏。你看看这些人都是你不停地说我的事儿。rap 是要问就字儿，趁热度跳了一阵儿，都不敢我的一半儿。Give me a bird， 没准你听你们在变嘚儿。这是一件现实的事儿。然后2016年的时候，我在做说唱的时候，
我有想过要不要放弃它，因为那个时候说唱真的不赚钱，而且每一场演出没有说现在像那么多人，更何况是国外。哎，我没有想到说我在国外能有这么多我们同胞来看我演出，不管是看热闹也好，还是说真的是粉丝也好，由衷的感谢你们，谢谢。多学学海人，走向了 worry， 质疑我能力的 worry， 站立了四步的 worry， 搭建起 gold 的 bravery， 别问什么能把我倒也。人生如梦，心里的城墙像座大山，怎样都无法搬动。心天命活自己，经历过巅峰，也经历过低谷，和人如负重。只要是提起了受伤，就提起我鼻子里面全部都预言的重。我太劲了，我操！我说脏话了，我操！